欢迎进入到察言观色啊。游戏分为提问队和观察队，提问队中只有一位知道本轮词语，通过向主持人提问获得是与不是的答案，并且根据答案来猜测词语。而观察队通过提问队的问题方向猜测提问队中谁拿到了词语。提问队询问数量不超过10次，猜到词语获得1分，观察队猜对卧底也得1分，提问数量少的一队可以额外再得1分。哼，哥，这个意思是没听明白。先上第一轮。姐，你要自杀呀？随意向我提问。是吃的吗？不是。是吃的吗？上来就问这么明显。活的吗？不是活物。不是活物。不是人，不是活物。那就还是个东西。东西就别问了。等会儿啊。我知道了。是植入吗？是植入吗？不是，不是。哎，我哎，我可没问你啊，我们啊，谁问你了？谁到了？真是你真是多余。还有这样耍赖的，耍赖耍赖。起开啊！上别上我们这碰瓷来了似的。我确实没问他。看见没？这这么套话啊？问我问我问我。贾玲的电影吗？不是。这给你聪明的呀。还说我呢。跟我们这个摄影棚有关吗？有关。几个问题了瞎问呢？人家回答啥呀？跟我问我呢。它是一个名字吗？是。花花。姐看好你。它是王牌对王牌吗？不是。等会儿啊，等会儿啊。它是王牌家族吗？是问我哈？对，肯定是。不是。哎呀，是个名字，哥。这个名字是在5个字以内吗？是。你自己算你自己的啊。那啥问题？问你是1、2、3、4，你知道了，能咋的？排除了王牌对王牌。早都问完了，你用你排，用你用5个字排除，不要问数了。对，我也觉得不要问数了。哥，你可以问问是不是在4个字里。哎呀呀呀！别，不问了，不问了，不问了。互相弄吧，你们俩。我像你那么笨呢？是3个字吗？那是4321吗？不，咱能不能问点有营养的？有营养。我感觉这现场的灯光。名字，王牌对王牌。吴彤难道是？不是，那得是人，那是人。吴彤算人。哟，那也时而是时而不是。算人。目前提问9次啊。哟，那可挺多的喽。哟，是不少了。不是多少，那你是我们聊天，你也在那瞎回答，真的是。那我们这样吧，是3个，是小于。有啥用？我告诉你是2字，你猜，你给我猜。名字2字，花是花花吗？哎呀，等会儿，不是人，这都是人。不是，你总得让我引导一下你们大家嘛。哦，内讧了。王牌家族即将分崩离析。那肯定是3个字啊，是霍元甲吗？等会儿，飞来一笔的霍元甲。哎，这题好哎，这个问的好呀。怎么样？别问，我认为不是。腾哥，我要是你必问这题。这都是人，是个名名啊，是个是个名，是个名称。霍元甲不就是个名字吗？那也是个人啊，名称名称，铅笔盒，跟我们现场有关系是吗？扫帚，我们聊天呢。麦克风不是，是个名称，那是个物品吗？是个名称。是一个影视作品。不，一会儿我们再商量好。现在每个问题都很珍贵。对，现在9个问题。5个字以内。是齐天大圣吗？不是，那是人。那是也是个名儿啊。
我说的霍元甲为什么不行？为什么齐天大圣行？这是个猴，因为说的是跟今天节目有关，就是跟现场有关的。那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是？节目组是名字？心理疏导不是名字哈，不是。一越说我就也觉得小玲像，小玲。玲姐。玲姐。是浙江卫视吗？是，答对了。不是，是江苏卫视。自爆了。我也是没耐得住。那我们不用猜了。你就是玲姐。谁是卧底？就是玲姐。三二一，亮题板。你看为什么是玲姐，因为她别人要说什么都拦着。最后为什么说到霍元甲突然蹦出了浙江卫视，也是精明上，精明上来了，他来，他来了，他来了。装不出事儿，我跟你说。不行吗？他一有身份就嘚瑟。我发现猜出来了。你们都？我早就猜出来了。 我们都知道是你，但因为你在拦着不让我们问着，然后还在总结，你再替我们归着总结，再给我一次机会。啊，还没发呢。我还在这观察他们谁是。发好了。啊，都看完了。哎呀，没看着啊。不想让你们观察到。看完了，藏起来了。我们神速。嗯。开始提问。目标就是十个啊，低于十个就能拿分。是人吗？不是。啊，不对，哦，我听见。哎呀，这还能赖呢？沈涛，哎，沈涛这被大家耍得团团转。是东西吗？不是。是名字吗？名称名字吗？是。名称哈，名称名字吗？不用问了，我现在想猜出来是谁，行吗？周也。嗯，不是，我说他是有字儿的。什么颜色的？颜色皆有可能。你这回答的，你就是偏向人家，没有办法回答。人家是是不是？他说是红色吗？不是。哎呀，那是蓝色吗？你这一个问题算三个问题啊？等会儿，别，这是个复合型问题，一个不算一个问题。那不，那我说了的。哎，范丞丞，您倒是问呐，您装那么紧张。是跟我们今天的，不行，等会儿是跟我们。都没人看你在这。是影视剧吗？不是。名称，名称。影视剧名称。是个名字是吧？名称不是人。可以问根本是不是跟我们这八个人有关？那跟我们在座的这几位，这在座这几位有关系的名称。有关系，程程，程程，程程面的。是皮鞋吗？啊，不是，我没问你啊，我只是朝那边说了一下。啊，跟空气聊了个天。是皮鞋吗？对，这真聪明，这孩子真聪明。范丞丞不知道为什么有一种精明傻的感觉。不是，一般傻子都演精明。你像艾伦什么的，可愿意表现自己精明了。名称。就王牌对王牌吗？不是。是青春环游记吗？不是。哦，这还想混两个重播是吧？混俩重播点击量。还有四个问题的机会。哦，那就是那个什么队什么队了，精英队和那个什么队了。是精英队吗？不是。七个问题了啊。是
吴彤导演的节目吗？不是。范丞丞，快引导一下呗，范丞丞。要不跟我一样跳跳匪，来吧。我不像丞丞。不是我。抱吧，抱。不是。精明傻，来。我第一个就说了，我怎么还等现在？目标就是十个啊，低于十个就能拿分。是植入吗？是。不是，我这是瞎问的，我这是。答案就是植入，他们已经回答正确了。接下来谁是卧底？范丞丞。那确实是我。没演好。小伙子演得不错，演得不错。那个苹果肌啊，这。哎，但也赢我们一分。赢什么？输咱们一分？赢我们一分。九道题，我们十道题。我没九道啊，十道。哦，我们提前一个哈。来，换一组题。随意向我提问。是名称吗？是。是什么？上来就问这么明显。哟，你这规矩的太快了，小东。是王牌对王牌吗？不是。是王牌家族吗？不是。三个问题。不是我这我来。哎，盯着。老赖可不行啊。对。确实问了哥。我就是老赖。是小鱼四个字吗？哟，是。这题大队长当得不错，非常可疑了。大队长很羞涩，别演了大队长。名称导游。导游类的，旅游类的吗？是。是导游吗？确定问我？不是。我刚才那个潇洒呀，哥。快，小童，给点提示。名称跟名字是一个意思，是吧？他花花直接问小童。名称应该不是活的吧？哦。不是活的，那就是说它是个死的。对的，再给点提示。名称啊。跟王牌对王牌有关系吗？那肯定有关系啊。哦，不，那就是说跟今天有关系吗？是。都不说了吗？你净问那些没用的。我的课代表是不是？课代表是课代表吗？英语课代表吗？哥，你看着我问来。是课代表吗？你看，你刚才你看没看着？他已经觉得不是了。不一定，我都是这么回答的。肯定不是。好，那你再试一个，是学生会吗？是学生会吗？问吗？没有，这眼睛是机会啊。哥，我觉得哥你得问。是学生干部吗？这个四个字了，四个字一礼。我不是，你四个字一礼。就是我一个问题把这个都排除了。哎呀，对，哎呀，哥，这个问题问不问？是学生干部吗？不是。哎，我可没问你啊，我问他了。不行，很关键。目前和今天有关，是名称四个字以内。不是，我一直没懂名称跟名字是啥意思。就是你都给我整懵了。那名字和名称肯定有区别呀。导游就是名称，职业名称啊。导游就是导游。是导游吗？啊。我觉得是啊，我觉得是，我探出来了。
已经回答过了，不是。是导游吗？那不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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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算。不算，不是这种人还不可怜可怜我们？怎么了？我们已经我们脑子已经成这样了，还不可怜可怜我们？小头，小头，你再把他那个规矩规矩稍微给他小一点。跟今天有关？是王牌的游戏吗？是。啊？是传声筒吗？是传声筒吗？是，答对了。哎呀，肯定猜出来是我了。哎呀，我这把玩的不好，我这把玩的太明显了。谁是卧底？小童，小童，小童。嗯，这太明显了。小童，小童。第一个就把那个票直接给归到名称上面了，这也太快了。而且很着急的跑过来阻止了腾哥。那你为什么不直接问是传声筒呢？那怎么办？第一个就爆出来，我跟你说，他们死都想不到。下把你看我咋问？谁是卧底？那个字儿最多的那个。我想说。三秒过后，统一亮答案。三、二、一，亮答案。这演技，最关键的时刻，花花说了一句：“是游戏吗？”名称跟名字是一个意思是吧？跟今天有关系吗？是王牌的游戏吗？是。不错啊，这把演技不错啊。来吧，来吧。来，请换题。最后一轮开始，请上题。别给我了，给别人点机会。不行，不能给我。小宋，这把是小宋。我现在就投他四票，100%是小宋。如果不是。如果不是我就输了呀。啊，这没有什么成本。那还没成本，我们输了。我们这。现在比分几比几？现在比分3-3打平。小宋，如果是小宋的话，我们直接就是赢；如果不是，我们直接输。来不来？好，可以。可以。来不来？同意。可以。为什么是小宋？岁数大了，捧他玩嘛？你说我那个，不是小宋给我整了一个5毛钱的表演，把自己给出卖了。来，我看看。他明显这儿有字儿哈，他还假装还要把那页翻过去看看号码，一下卖给我了这个小破绽。亮哥，你站起来帅气一点，这一把卧底就是小宋，你来这个好吧？我上去我就把本儿给他，啪给他掏出来。来来来，行不行？来，可以可以，来去哥甩甩本，赌上尊严。啪一下啊！啊啊！偶像说两句，偶像，我是怎么看出来的？这个表演呀，什么叫恰到好处啊？别演那多余的东西啊，那个是出卖自己。哎呀呀呀呀呀，这还得轨道一直跟着呀。来换个题啊，210票房不是白来的。快观察哥，又有一个可能的高光时刻。谁也不敢再看第二页了呀。这是你刚才还整那出呢，还是他，你这还是他。小宋，这把让他们玩吧，玩吧，玩吧。为什么？
还是那个吴孟贤的表演又重新给我来了一次啊，可是这一次是叫什么此地无银三不两，三不两，敢不敢赌上毕生的尊严，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，再来哥，再来，来啊，来不来，来不来，来不来，来来来，你给我拿来吧你。各位观众，是不是？是，又是。小宋啊，好痛！小宋啊，好痛！这大学这四年可得好好学呀、啊！哥哥，别猜了，别猜了，放过孩子。哎呀，坐下，快快快，没事啊，没事，咱还小呢，没事。猛不猛？太猛了，高光绝对的。这一轮获胜的是王牌家族。Yeah!游戏的机会，欢迎来到成人的世界。哎呀，真厉害呀，连薅他两把。小宋，小宋，额外来一个，额外来一个课外辅导时间。比如说，腾哥，你拿到了是有词儿的那个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快快快，快快快，小宋，快拿来，哥给你演演。对，应该怎么样啊？哎呀，天哪，影帝教学时刻。先拿来。导演，对，导演上来放题。我已经下去了，哥。下。小宋，这段咱不看了，不看了。哎呀，有字儿啊！看了，其他三个人也刚看完，哎呀，这开始放下了。我，哎呀！哎，这怎么样？这一系列下来，全是烟雾弹。不夸到底，全是烟雾弹。看出来了。哎，小宋，连续两次被腾哥直接爆掉，当时心里是什么样的？内疚，觉得耽误了队伍。对。我刚才说，我说你看他现在这个阶段是毫无掩饰的被腾哥看穿，被别人看穿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儿，多好啊，是不是？多好啊，十八了都，特别棒，他也该尝到成人的凶险了。谢谢敏飘姐。不是，真的，我也很由衷的很羡慕这个。